掌柜的，掌柜的，问到了，说是在神寺左右就看到上清寺的人上山了，上山的时候拖到个老乡，在太阳落山前就下山了，没看到有人死伤。区区两个时辰，凭这么几个人，根本不可能抓到很多金怪。你说那上清寺的人拖到老乡到山上去游行？图啥？从北冥山到上清寺，最近的是走西边，可是他们却偏偏绕到了百草堂门外走了一圈。 明显就是故意做给我们看的。我明白了，掌柜的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想激怒小兰，然后想让小兰闯进上清寺去救人。小兰今天一直在卧房没有出来吗？没有，她晓得这个事情以后一直卧床不起，晚饭都是我端进去给她吃的。不对，哎，掌柜的，小兰。 小婉兰根，你来这鬼地方干什么？我问你啊，今日你有没有看到草妖寨别的精怪被抓到这里来了？草妖寨，老子命都快没了，还管草妖寨的死活？我知道，你被长老赶出去以后一直心怀恨意。既是同族，我岂能见死不救？我现在施法救你。 老子记住了，你今日就没有在这里见到别的草妖精怪吗？那你又是怎么被抓进来的？也就是老子倒霉，贪了点小财，落了他们的陷阱。要是再让我见到那个九明，我一定把他生吞活剥了！别让他们跑了！ 九神印，你既已卸甲，便不再是上清司的人。看在往日的交情上，不要逼我动手。仔细搜查，不要放过任何角落。本王并未撞见什么女子，叶启王恕罪。走，我们去那边找找。
皇上的弟弟。想不到在我北冥还有不识我飞叶之人，若按长幼，他还要唤我一声兄长呢。啊，我刚来北冥不久，对这边还不太熟悉，所以才误闯了上清寺。谢谢你救了我。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。我捎你一路吧。为了救他，你竟与我反目。